它被卡掉了。那个怎样？他说没办法横的，直播只能直的。只能直的，只能真的。他说叫你去卖直播，那我先。那就直的、啊。真的有这回事？我想一下，那你有办法手？我可以用手吗？这样你会不会很累啊？不是你这个不能云台也可以这样。对啊，开你转云台就好了。要吗？好，那我看看。哦，好跳哦，真的很跳。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是 ，OK。那sorry， 他卖的很好。OK， 好。那 AU 怎么办？还没有录音。啊，是吗？我们要调灯吗？还是就这样？现在在播了。现在播。嗯，好。调一下灯光，有点慌张。OK。哦，这个过来一点吗？这样很亮，这样。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其实有一本就 OK 了。對對對，我有三本。不要多带一本。字体繁衍。太多本。我这边版。我这边版。大概时间过去，所以这边你做以外都看不到。这没关系，我觉得有一两本就可以了。那这一本我先放这里好不好？我有一种三香会慢慢冒出来的那种感觉。對對對，一个台这样子被暖湿一包围。好的好的。OK。开始了吗？应该已经开始很久了。都已经开始了。就是、OK， 好。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数位外交科所沃的第一次直播。那我们第一次直播呢，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唐凤政委来当我们的节目来宾。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和唐政委一起聊说，什么是公众外交，什么是数位外交，还有从政府跟民间的角色可以怎么样一起来推动这一场外交接力这样子。那首先我们就欢迎唐凤政委。嗨 ，Hello， 直播前面的朋友大家好，欢迎留言问问题。没有抽奖。没有抽奖，对，今天没有抽奖。哎，要抽桌历。可能好像可以抽哈。哎，好像可以抽。我好像可以提供一百本。对，因为唐凤在我们那个台湾外交暖实力上线的第一天，马上就刷了一百本。当时第一个小时。第一个小时。对。对，我那时候后来看到都超惊讶的，就是我们的台湾外交暖实力呢，这个集资在十二月就算是圆满落幕了。那这几天我们在跑邮局。对，这几天我们在出货，一直到刚刚要来。一直到刚刚要来直播之前，我们都还在邮局里面包货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台北的社创中心，社创中心。那我们今天会邀请唐凤，是因为唐凤委员在之前就是一直都有对数位外交有很多创新的做法跟想法。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一起来聊更多。那首先还是先谢谢唐政委赞助我们台湾外交暖实力。嗯，当然。我们台湾外交暖实力里面收录的是，就是十二个有在做民间外交的组织的故事。那我们会从暖实力出发呢，是因为我们觉得说，其实台湾的民间一直都有在做很多的国际交流。那希望可以说借由这一次的机会吧。大家聚集起来，那把大家聚集起来之后，像社会大众，还有也是像政府单位去介绍说，民间其实一直都有在做这些努力。那暖实力它其实有一个很直接的相关的议题，就是公众外交。没错。那想请问一下，唐政委，你觉得公众外交对你来说，公众外交的定义是什么？对，我想公众外交这个倒是比较久的一个词汇嘛，它的意思就是说，外交它的外交人员也可以不只是外交部的朋友，也可以是大众的任何一个人。那外交它的对象，也就是它的受众，也不一定是对方的国家的官员，它也可以是对方国家的一般人民，或者是相关学员社各界的朋友。所以就是说，它从出发点跟接收点都是多元的。我想这是公众外交最基本的想法。我们这边有一个对公众外交的定义，因为我常常出去做演讲，那我们觉得说，公众外交它其实是在创造一个台湾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没错。我们透过资讯的公开，我们去创造其他国家对于台湾这个品牌的信任感。那它跟传统外交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是它强调的是资讯的公开，因为现在资讯的来源非常的多，对，所以我们会觉得说，网络它其实是一个蛮有效率的途径。那
我在演讲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观众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公众外交这东西很抽象，到底真的有效吗？为什么我们要做公众外交？请问您怎么觉得，怎么看这件事情？不过我想做这件事情本身它的目的我觉得还是要讲清楚，就是说我们自己有认同一些价值，好比像说民主的价值、人权的价值等等的这些价值，那如果我们找到其他的朋友也认同这些价值，但是他本来不知道说台湾这么看重这些价值，我们透过共同的价值来彼此认识、来彼此交流，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意义。它不是说好像我们说民主啊、人权啊这些价值是为了做什么别的东西，这些价值的彼此认识以及彼此促进，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核心价值，它并不是工具价值。我想要先讲到前面。我觉得唐哲伟讲得非常好，因为公众外交它就是在强调一个价值观的互相认同，比较不会说是经济或是军事上面的利益交换这样子。那请问唐哲伟，为什么在公众外交里面数位外交这件事情你会特别提出来讲？那因为比较省时间也比较省钱，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投机取巧的方式。没有，因为数位外交它其实它网路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因为现在全世界很少有一个场域，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聚集在这里，所以很方便，一次就可以接触到全世界的人。然后网络的话，它也同时是因为公众外交，我们在讲就是在建立一个资讯的管道。那现在资讯的管道非常非常的多，光靠政府或是光靠民间，其实很难去全部触及到。所以说，网络如果是可以民间跟政府一起来努力去设计我们的讯息的话，其实数位外交是一个蛮有效率的方法。对，我想强调一下，就是说数位。它之所以跟类比世界不一样，大概有两个，一个是说你在上面任何讯息的复制几乎都没有成本，就是我刚刚讲省钱省力的那个部分。但第二个是说你讯息传过去之后，它可以很容易的去改作。如果你收到的是一张纸或者是一些类比的东西的话，你很难去 remix 去把它跟别的东西混搭变成新的讯息。但是呢，透过数位的方式，好比像说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如果它只是一些这个印出来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很难放在 T 恤上。但是呢，因为它刚好就是透过刚刚讲的公开甚至抛弃掉的著作权，任何人都可以任意的去使用这十七个颜色的色环，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meme， 就是一个迷因，就是大家都可以很自由的分享，可是分享的时候可以自己加一些讯息上去，像我们就是加了 Taiwan Can Help的这个讯息上去，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变成永续发展这个民营的一个载体，但是同时它也变成好像我们认同的一个共同价值，它让共同价值认同的人彼此之间更容易彼此发现。那在此之前，在有网络之前，你如果要透过共同价值来发现社群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必须要透过是一些类似像人口普查这样子、工商普查等等的方式才有可能去碰到说认同相同价值的人。那现在透过数位的方式，甚至一个 hashtag 就是在网络上的某一个频道，你一下子就可以找到认同类似价值的人，所以它的传播力跟它可发现的程度，这两个我觉得是一样重要的。对，我觉得这个蛮有道理的，就是它数位外交其实有点像是一种公众一起共同创作的一个过程。比方说像是 Instagram 的 hashtag 其实就可以是一个共同创作的过程，像是如果你现在去 Instagram 输入台湾，它会出现的现在是各种外国人来旅游，有点各种照片。可是如果是大家有意识的去经营这个 hashtag， 把它变成一个台湾的在 Instagram 上面的公众形象的话，这种方式也是蛮好玩的。对啊，而且它可以变成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东西。对，因为我们生活很近这样子。对，那我也觉得说，就是数位外交这件事情，其实对青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参与外交议题的管道。因为我们过去会觉得说外交好像是一个很高大上只有官员才可以做的事情，可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可能你在过去的时候，你只有外交官或是政府官员可以出现在国外的媒体或是国外的电视上面，可是现在有了网络之后呢，可能你今天你跟你一个外国朋友聊天，然后他把
你们的聊天的对话内容就 po 到他的 Facebook 上面、嗯、那他的外国朋友看到他的 po 文内容就会对台湾产生一些印象、嗯、所以我们任何人都有可能变成去塑造这个台湾价值或是台湾印象的一个管道、嗯、所以我们觉得说数位外交其实它也是一个在集体创造价值认同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对，其实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嘛。对，就是台湾不是只有住在台湾的人才能想象什么是台湾，你也可以邀请全世界的人一起来想象什么是台湾。对对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嗯、那数位外交的话，请问唐政委您在过去有做过、嗯、我知道你过去有很多奇招、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做这些事情的背后的目的、嗯、或者说你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吗？也不能说是什么奇招，就是说我自己也很习惯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来跨过时间空间的一些阻碍。那其实网际网络就像刚才嘉佑讲的，一开始组成的时候大家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等于是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境外的这样一个地方，那这边我们可以去重新建立一个互相彼此怎么样讨论会更好的这样子一种新的文化，就是所谓的网络治理 Internet Governance。 那在网络治理的过程里面，其实大家慢慢就学到说，因为你隔着荧幕没有办法就是打到一个人，所以大家都是自愿的参加。那但是在自愿参加的情况下又没有武力作为后盾，那到底要怎么样让大家彼此之间能够心服口服呢？就是靠共同的价值。那共同价值要怎么累积呢？就是靠刚才讲的彻底的透明啊等等。所以我们早期在网络治理的参与的过程里面已经非常习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人到现场，那就透过视讯的方法参加。那即使是面对面的会议，也尽量留下逐字的记录或者影音的记录，让事后的人能够参考等等，这些都是就是组成公信力的一个方法。所以当我担任了这个就是数位政委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基本的想法，就是数位政委就是不止一位政委嘛，数十位数百位政委嘛，任何人都可以来当政委。那做法就是说，我把我的工作的内容尽可能透明，让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那大家想要参与的时候非常容易可以找得到我。像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这边，很容易让人家找得到。但是呢，这个情况下如果别人他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好比方在日内瓦之类的，那通常我们就会透过就是数位影音的方法，甚至是hologram 就是全息投影的方法， VR 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就是看当地的那个场合觉得怎么样子适合。那我们这边就有一系列的方法能够把我的数位分身呢，不是类比的带到那个现场。所以我觉得在网际网络治理的过程里面，像联合国的网络治理论坛，这个其实是习以为常的。所以其实当时我们也觉得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有特别想要发稿，但是当然因为有直播，所以最后媒体发现了。但是其实那个之前那个之后，我们都非常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参与，不管是联合国周边相关的一些论坛，或者是其他的外交场。对，我那时候在新闻上看到机器人就是带着一台平板电脑就这样开进去、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之前没有看过的、嗯、没有看过的一种方式这样子。那会选择这样子做，是因为我们很习惯这样做，已经做很久，已经做很久。对对，因为台湾政府在国际处境上有一些限制嘛。对，那数位外交除了透过这样子特殊参与，就是用数位参与的方式之外，对于台湾的国际处境有没有另外的一种价值？就是台湾的国际处境是目前是比较困难。那也有人说这是我们比较不擅长的事情。那未来政府有没有打算说，朝公众外交或者说软实力外交这个方向去多加的发展？是，我想这分几个层次了。一个是说，当然机器人不用验护照，然后我也不用调时差，非常的方便。但是我想那个就是一个工具的层次，而且就像我说的，那并不是一个对我来讲新的东西，那个就是一个我已经很习惯的，那所以那只是一个示范的作用，大概不是所谓的外交策略，那个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个
做法而已。我们真的比较像外交策略的是从2015年联合国通过所谓的永续发展目标，就是到2030年大家都必须要去考虑到我们怎么样每年不要用超过一个地球，然后怎么样把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各种各样的力量能够使大家彼此凝聚，而不是大家彼此抵消。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是当时 UNDP 花了非常久的时间，所谓 A Million Voices， 就是在全地球问了上百万人的意见，然后一起凝聚成这17项，然后169个具体的目标。那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 Leave no one behind， 不管你在地球上的哪一个点，这17个目标都是大家可以共同贡献的，而且也不是只有政府可以贡献，你用任何身份都可以贡献。那我觉得台湾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说，哎，永续发展目标它不是说好像你必须要用国家的角度参与，你用 NGO 的角度，你用甚至企业的角度，用个人的角度，学者的角度，只要你对永续发展有所贡献，跟国家代表就是平起平坐的。那我们在外交上这个就是从以前的多边 multilateral 变成了 multilateral 加上 multi-stakeholder， 就是不管是利益关系方还是多边的政府，大家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面去谈。所以台湾的参与就可以不一定要从这个方向，可以从这个方向进来。那所以这个就不只是说刚才讲的我们要让就是外国的一般民众了解台湾，我们也是要让台湾的一般民众了解到说，哎，只要你参加永续发展的进程，那每个人都可以代表台湾。嗯，我觉得这段话我蛮有感觉的，因为我们之前在科索沃做的，我们说是数位外交的一场实验。对。那我们使用的身份就是台湾的 NGO 角色。嗯。那可是我们最后也有接触到他们当地的政府官员，就是我们感觉到说，哎，虽然说公众外交，他一开始他 focus 的他 target 的目标是一般民众或是对方其他国家的公民团体，可是他是有办法从下而上的去接触到其他国家的政府和媒体，变成一个多边的关系。那我们觉得说，在我们过去一年在科索沃的经验里面呢，其实民间角色多了很多的弹性，但也因为说我们是第一个就是做数位外交这样子实验的组织，就是我们使用社群媒体去跟参与当地的社会议题。那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遇到蛮多的不确定性，就我们那时候很想要找到说，哎，台湾有没有其他的公民团体或是相关的资源可以来协助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当然这个计划在最后有获得非常多就网络上朋友的帮助，可是我们觉得说，哎，其实在一开始如果台湾的公众外交这个东西有被先做一些基础建设，或是有先被讨论起来的话，我们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顺利这样子。那想这边想要请问唐政委的是说，哎，如果我们开始来谈论公众外交的基础建设，请问对于公众外交基础建设大概有什么样的想象？是我想在科索沃的这个案子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像社创中心的长期陪伴的一个团队点点善啊，也有跟你们合作。对，那我觉得点点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社会设计了的这样一个工作，就是说它并不是自己解决全部的问题，它是去透过甚至有时候是艺术的，但是总之是设计的一种干预，去让人家看到说，哎，原来还有不同的可能性，然后试着去让不同的角色能够进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排斥去跟任何不同角色的人接触的这个概念，确实在以前甚至我们在做社会创新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都是比较新的，就是大家会很习惯说，哎，只跟我的长官或者下属，或者是我的供应链里面的上游跟下游，或者是跟我的捐款人等等，或者跟我的股东等等去产生连结。但是我这边想要特别还是强调一下永续发展目标，就是因为说像举例来讲，这个17项里面9点 C 嘛，九点 C 他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叫做宽频人权，就是任何人在台湾任何地方如果没有宽频网络，没有办法参加看这个直播的话，那就是我们的错。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台湾接取到网络这件事情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那我们自己的价值先确立，并且把它去跟联合国去发展目标，像我刚刚就是秀一个 icon 这样子加以扣合之后，那我们到了不同的国家，好比像说一个目前还没有
他自己的王域的国家，然后去说，哎，那我们为什么愿意帮你？是因为我们认同这个价值。那台湾自己在争取点 TW 的时候，也有一些经验，然后台湾 NIC 啊等等都可以来进行支援。那所以这样子，这个论述才会比较通，它不会是说好像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不会是就是单点的这个接触，而是说哦，我们后面有一个系统，然后一些共同价值，这些价值又扣合上普世价值。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建设，就是说我们像有很多企业也做国际上的 CSR 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在鼓励他们从明年二月开始，就是他们在做CSR 申报的时候，就是用永续发展目标去加以扣合，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在全世界各地已经有做哪些工作，那这些就是公众外交可以去运用的资源。那同样大学也有它的 USR， 我们社创这边有一些社创的团体。总之就是我们在今年会做的事情，就是去做这样一个地图，然后让这17项永续发展目标，你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说台湾有哪些人正在提供这样的资源，然后如果你想要去达成哪些价值的话，你有哪些天然的盟友，虽然他本来不是你的供应链的团队或你的股东或者你的捐助人。对，所以这整个听起来有点像是说，哎，今年做的方向有点像是 SDG 或是公众外交的一个索引，一个地图这样子，可能就会像这种样子。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就是有点像一个大平台的感觉。那我们如果有在做公众外交的民间组织，那想要做 CSR 的企业，那甚至是像点点善这样子的设计创意行销公司，他们愿意去参与这样子国际议题，可以放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互相去做链接这样子。对，而且这也不是只有台湾在做嘛，其实像GSMA 这个，他已经有做一个 SDG 的探索的 Explorer， 你就可以看到全世界正在用数位的方式，在他们是所谓的移动通讯嘛，行动通讯，运用行动通讯技术去达成17项 SDG 的，到底有哪些团队？那即使你不是做行动通讯，而是做某一个 domain 的，你可以去看说，不管你关心的是人权啊，是性别平权啊，是就是工业创新啊等等，你就可以直接去那边去找到这个团队，然后说，哎，台湾可以用什么方式帮忙？所以我们做出这个索引，不是只是给台湾的人看，也是加入全世界的类似的索引。所以是一个双向沟通，是一个双向沟通，这感觉是不是有点像是我们用数位外交去优化我们整个公众外交的环境？对，等于让大家都有一个可以按图索骥吧的这样一个地图。了解了解。那请问唐政委，你觉得说，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目前都是短期可执行的政策，我们要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可以长期持续性的公共政策？我想这里面大概有两个，一个是说永续发展目标虽然是到2030年就要达成，但是永续这个概念它是不断的 renew 的，所以我们每一年台湾自己就会提出，我们在这一年里面从公部门的角度，我们叫做自愿的国家报告，就是去看说我们这边对永续发展做了哪些贡献。但是我们现在刚刚讲这个所以就是从民间的角度去看说今年对于永续做了什么贡献，所以我会觉得说每年回来去看一次的这个工作，它本身才是永续性的要求。就是说我们不是看 KPI 思维说好像今年要达成多少个多少个，而是说我们每年回来看说那今年实际的情势跟去年情势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今年多了哪一些资源或者少了哪些资源，我们今年想要做到哪些共同的价值，哪些共同价值在现在变得特别重要。那好比像说永续的海洋塑胶垃圾等等这个议题，如果5年前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但现在变成大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像我们今年5月会办的这个亚太社企高峰会，就会放在永续的海洋、永续生态 resilience 这些当作主题。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是现在眼下大家这个区域特别关心的一个主题，所以我觉得每一年的主题会按照当时实际的世界情势啊，包含气候变迁的进度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这个大家一起围绕着共同话题每年回来检视的这个社群，我觉得才是永续的关键了。所以第一个是社群，那第二个就是说大家是开门造局，就是这一年做了什么样不怕跟别人分享。分享真的很重要。那我觉得从就是我们这一年的经验来感觉啦，就是台湾在推公众外交，其实还是有蛮长的一段路要走。那我们民间其实各自有各自在做的领域跟各自在做的事情。那
就是总结一下刚才讲的，其实政府是不是比较有点像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嗯、就是掌握说，哎，现在可能国际上比较专注的议题，嗯、比较关注的议题，跟哎台湾现在有哪些组织正在，就是正在哪个国家在做公众外交这样子的工作，嗯、对，是比较像管理者的角色。嗯，其实也不能说是管理了，就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就是维护一个有公信力的平台了，也不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公信力，就是有起码的公信力的平台了。对，像我们在做社会创新的时候，很多人反映说，哎，公司形态就算他以某个永续目标作为他公司的价值，他没有办法写进公司的章程啊，因为旧的公司法说公司只能赚钱嘛。那然后而且他也没有办法揭露。那因为我们听到了，所以去年有修了公司法。现在公司如果说，哎，我就是要以好比像说改善一些产咖啡的地方的。学生的教育靠着卖咖啡来帮他们盖学校，这个是一个实际的社会创新的一个团体哈。那靠着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他可以写进章程里，而且他可以刷一下他的工商凭证，就可以每季或者每年上来报告说他关于这个目标达成了多少。那我们不管是经济部来维护这样子一个资料库，或者是说刷这个商工凭证让大家看到，我想我们不是去管理它的实质内容，我们只是让各方都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法，不用去商业司抄本的那个方法，能够透过开放资料的方式，能够一下子就知道，就是所谓的 reliable data， 就是可信任的资料放在哪里。所以再次用永续发展目标，这个就是17.18，就是去确保说，尤其在本来没有那么有效的数字的区域，责任性程度比较低的这些区域，我们会去建立这样子最基本的资料，然后透过这个资料来达到跨部门跟跨国的 partnership， 就是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可是我们不是去管理这些伙伴关系，我们只管理资料，对，然后是让伙伴关系在资料上面很自然地长出来。对啊，就是所以就是一个有一个地图嘛，然后是去管理一个资料。对，我们那时候在做科索沃的计划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蛮希望说，除了平台以外，有一些资料可以参考，或者说，哎，政府可以帮我们行文给某个政府单位，去让我们整个计划可以推展得更快速、更顺利一点。对，所以我觉得说，哎，其实我们把这些经验带回来之后。我们也有在民间举办很多的讨论会。那我们今年台湾数位外交协会的目标也是希望可以在台湾的公共政策上面可以有更多的研究，去挖掘更多的民间需求到底是什么。就去了解这个民间需求到底是什么之后，我们期许自己可以作为一个桥梁，去跟政府去做一个沟通这样子。对。那现在观众朋友有人问问题吗？有没有问问题？大家都非常的聪慧，有没有问问题？那今天的话总结一下今天的直播内容，就是说我们觉得说，其实公众外交它是现在全球的一个趋势，它现在全球一个趋势。那我突然想起来，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做公众外交的时候，因为大家的题目都非常的不一样，那。我会想说，公众外交它的大方向的一个策略，到底是应该由政府来制定，还是让民间去自由发展？不知道唐政委这边觉得怎么样？我想还是回到那个价值了，就是说，如果台湾大家都觉得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民主的，然后在意人权的，然后在意环境、社会跟经济的永续，而不是发展一个牺牲掉其他的等等这些核心价值，我觉得这个当然政府责无旁贷，就是说我们如果觉得哪些价值是重要的，我们要不厌其烦的去跟国际社会沟通这些价值的重要性，然后也让国际社群知道说，如果你要好比像说像无国界的记者这个组织，他想要有一个能够很自由的报道，那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哎，确实他们会挑台湾当他们的总部，就是因为如果你完全看就是发行、出版、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的话，确实他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那所以保持台湾在这个区域是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我觉得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但是当我们把这些核心价值确立之后，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媒材，什么样的叙事，去让不同文化的朋友们更能够理解到这个核心价值以及台湾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个就不是政府能够做到的。对，就是说当然我们每一个住处都已经很就是花了很多心思再去融入当地的文化跟找到新的论述等等，但是毕竟就是住处就是人数都是有限的，对，而且它有一个身份，那所以往往这些创意要从民间出来，就好像暖实力的这个概念，就是如果你从民间出来的话，其实以我所知非常多有住处的朋友都是很不管是透过 promotion 啊，或者甚至自掏腰包啊等等的方式，都是很愿意加入这样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就是价值的设定，我想政府责无旁贷，但是价值的论述跟叙事，我觉得要靠民间来做。是，就是所以说，就是公众外交它其实对民间组织来说，民间组织比较有比较大的弹性，可以去深入其他国家的当地的人际网络这样子。那政府比较会是说，在后面是推法的这种角色。好，那再总结一下刚刚没有总结完的东西，就是我们就是说，公众外交其实它是台湾的有点算是公共财的这种感觉。那我们除了去了解国际的趋势之外，那我们更可以利用数位的方式去节省整个效率。比如说数位是一个比较偷懒的方式，对啊，是一个偷懒，对，比较最有比较有效率的一种方式，在整个公众外交里面去发挥它最大的效用。那我们也希望说，民间跟政府在今年可以越来越多人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外交议题。对，因为公众外交是需要民间跟政府，就是有种像外交接力的感觉，需要大家继续把这场接力就是跑下去这样子。对啊，而且不只是让大家更认识台湾，大家在参与的过程里面，像我现在就看到国家宝藏，大家都更认识台湾嘛。就是国家宝藏这个计划，就是想要在不同的 archive 里面去找到说台湾以前的历史，但是它可能是记录在别的国家的这个国史馆或者是它的历史的馆藏里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让国际更认识台湾的同时，加入这样子一种公众外交的行动，本身也是让大家更认识台湾的一个方法。好，那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在上班，就是你可以在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我们事后再来做一次回复。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黄光作为参加我们的直播，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拜拜，拜拜。